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抱歉哈，我们这课程呢，7月份停了一个月。那因为参加不少会议，尤其我们在台南小巨蛋办的师父上人圆寂周年的追思纪念会，包含隔一个礼拜我们香港也同样办追思纪念会。那办这个纪念会最重要的意义让我们不忘师父上人的教诲不忘他的言行风范尤其他老人家怎么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2个字他老人家说这2句话是代表整部《华严经》了。他老人家也演给我们看了。我们读四书五经，读大乘经典呢，觉得比较抽象的部分，能思维他老人家是怎么做的，往往这些句子就变得很具体了，温良恭俭让，我们想到老和尚的一举一动，好像就能体会到不少了，像《无量寿经》，心大悲，民有情，演慈变，受法眼，度厄去，开善门，接受老人家教诲，而能够转恶为善，转迷为悟，的大众那遍及5大洲所以这些大乘的经句一想到他老人家的行仪好像就很活灵活现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福报能跟他老人家学习那他的表演呢，我们要企鹅效法。就像我们上一节课提到老人家非常珍惜时间老易至惜此时这个是圣妙法师回忆到。老人家有一次远行整个过程要10-20个小时但老人家都没有浪费时间呢，都在听呢，黄念祖老居士讲的静修解要报恩谈，老人家这个珍惜时光的表演为谁表演他老人家苦心为了什么？为了我这个学生我们假如想，就是为了我，那我们不能让他老人家白表演了，
所以学是效法啊。我们看到老人家这个行为了，那我们当下要效法啊，不使一秒钟空过啊，不使一句话空说了。尤其啊，我们接受他老人家教诲，啊，对于万德洪明啊，了解的很深入，啊，尤其他老人家大经科注啊，圆满讲了四遍，啊，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他老人家不断的深入开解，那我们理解到这句万德洪明是设佛的功德果地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从果起修啊，即修即果。哦，那了解到这个。功德受用那就要记住他老人家说的，要分秒必争呢。这一句分秒必争呢，老人家也是提了好多遍了。我们常说啊，师父领进门呢，修行靠个人。我们得用心去体会老和尚所教。我们体会到哇，这个万德洪明能灭众罪那假如我不老实念这一句佛，还打妄想，还造口业，那这不是天差地别吗？那我可不能干这个糊涂事我们圣教教的首先是自爱才能去爱人呢。这一念之间差别那么大，这一秒钟差别那么大，一句可以灭众罪，可以消80亿劫生死重罪。结果我把这一念变成造三恶道的业，那我不是冤大头了？那这个都要靠自己去感受啊，感受得越深刻啊，不愿意这么做了。那当然，我们看老人家这么利用时间呢。就不能了，以我们很忙为借口了。记得有一次，黄念祖老居士，他要讲一个专题有关这个《阿弥陀经》信愿持名的专题。他提到了，他每一天呢。要上课，要给《无量寿经》写注解，因为他是密宗上师他要修法，他还要超度这些有缘众生他每天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但他老人家说了，我是生死的凡夫不能不注重修行所以一天呢，最少要30000声佛号。我当时听了真的是很震撼他的任务工作这么重了，他每一天还不少于30000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个美国的同修，
到北京啊，去向他老人家请法，啊，发问问题。哦，那个视频非常精彩啊。假如知道的同学啊，可以发上去啊。黄老在回答的过程呢，他手上的佛珠没有停过。他老人家圆寂之后啊，他的佛珠啊烧了之后都是成为舍利，可见他用佛念佛的用功啊。哦，那黄念老啊，表演给谁看的？表演给我看的。哦，我不能以忙为借口啊！哦，所以这个菩提道上啊，这个不找理由、不找借口啊，这也是必考题呀、啊！哦，所以老和尚这些大善之事啊。真的很慈悲啊！不止讲让我们明了，他都以身作则啊，来带动感化我们啊，所以不能呢辜负了他们的教导跟表演而且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呢。哦，那在这里呢，啊，也跟大家报告，这很惭愧啊，我年初说一天要念2万，目前的战况啊，有点惨烈不过呢，每一天呢，基本上没有少过1万。那他达到每天2万还不行，不过偶尔啊还能达到3万偶尔。但是要跟再接再厉了，现在已经立秋了今年过了一半，这个还有后半年我好好努力以这个黄念老啊为榜样。好，哦，而我们追思老和尚，老和尚的教诲当中有提到我们要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解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诸位仁者，这句话我们熟不熟悉呀？哦，这句应该很熟悉哦，所以我们每一次一起共学在一条龙课程共学，都会看到我们这个极乐寺打出来的誓愿宏生。十方共赞，慈悲广大，九界同归啊！慈悲广大，我们要心同阿弥陀佛啊！老和尚也表演给我们看了，时时把一切众生放在心上，要把汉字文言文呢。介绍给全世界呀！透过这个载体呀，他们能把他们好的文化承传下去，不然这些文化又要断了。你看莎士比亚才300年左右那后面的人就都不大懂
哦，那老人家的心量啊，包容一切种族宗教。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跟老和尚学，首先从哪里学？哦，扩宽心量。老和尚说的，学佛首先呢，扩宽心量。那我们学思并重啊，我们学的这一句，自己要思维啊。我还有没有不能包容的人呢？哦，看到他啊，会不舒服，会不顺眼。哦，那这个当下呀，我们要警觉呀。哦，那我这个心态的不符合老让教导都要能包容啊。啊，我们心量要扩大，我们听法才听得懂心量太小了，那跟老和尚、跟阿弥陀佛心心不相应啊，可能会听偏掉了。啊、哦，所以目前当目其心呢，啊，我们要从心地去效法。啊，那我们上一次啊，进入了这个景的部分，这个景啊。就是很好的护念自己无量寿经说：“贤护等16正士，这个贤护啊，要护好别人呢，首先呢，护好自己了。啊，自爱、自重、自敬，自己敬重自己啊。”《论语》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啊，学则不固啊，所以首先要自重啊，这个自重当中啊，尊重自己的佛性啊，随顺性德，这是自重了，随顺烦恼习气呀，那就是糟蹋自己了。啊，所以谨慎为保家之本，保住了自己的德行，保住了家庭。像这里讲的，年方少勿饮酒啊，饮酒醉最为丑。好，他不懂得谨慎，好，不要饮酒，好，那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甚至还会殃及他人，啊，甚至酒后乱性啊，一失足成千古恨而一个人呢，一定要从小养成这些习惯等到他大了，坏习惯养成要改很难。啊，所以父母、老师。能将《弟子规》这些教诲，从小就让孩子扎根，那真的是孩子一生的贵人。真爱护孩子，真爱护学生呢？我们现在看看社会新闻，啊，那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人太多了。不管是政界的、娱乐界的这些公众人物啊，我们也可以借由这些例子啊，哎，拉回来跟孩子、跟学生呼应《弟子规》这些京剧啊、景啊，这个就是机会教育点。
好，我们看下一句讲到了陈闭关兼漱口，啊，便尿回则净手。啊，早晨起床啊，先洗脸，啊，顺次啊刷牙漱口。当然这么做啊。话太少啊，那就变成没有灵魂的人了，心里没有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人生方向。现在外面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太强了，不扎深这个文化的根基呀。真的不行尸走肉都难了，我就不说下一辈的人了。承德自己回想求学过程，啊，没有闻到圣教，啊，这个得失心都在增长，然后没有正确的方向，啊，就只是为了考试，变成考试机器了。一放假就想着怎么玩乐了。那也是跟行尸走肉啊，没有太大差别的，而蹉跎了多少岁月啊！啊，现在想想都心痛啊！啊，当然心痛是烦恼，转烦恼为菩提了。啊，痛定思痛啊，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再来呢，化悲愤为力量啊！啊，跟年轻人有交流的机会，跟孩子有遇到的机会，把我们惨痛的经验呢，提醒他们人生呢，有好多很关键的点呢，我们当父母、老师能抓住了，那就是抓住了很好的机会教育了。哎，为什么古人有成年礼啊？哎，这个就是一个机会点了。哦，当然，小时候3岁看80啊，那个就是很重要的机会点了。机不可失哦，失不再来啊。那3岁以前是教育孩子的黄金时段了。哦，承德观察。真的有胎教，有3岁以前教育的孩子，性情温和，正直中和，谓之德。老和尚说的"重视胎教，出圣人"，啊，重视3岁以前教育，出贤人。啊，3岁以后啊。哦，那能教到君子了，不错了。这都是机会点。就像我们带班，学生刚进教室，生与死就是抓住机会点了。一开始就把规矩制定好，哦，那这个班呢，就循规蹈矩了。你一开始没有把班规建立好，都已经很混乱了，要再来建立不容易了。那包含他要去念大学，大学新鲜人呢，假如学校，一开学，先办5天7天传统文化培训，假如我当时候念大学。就遇到这样的培训呢，我那4年，我还是有一点点善根的哦，
我那4年不会空过了。哎，人生总算遇缘不同啊！哦，所以我现在啊，像前几天遇到一位小朋友啊，一位女孩啊，她母亲就有做胎教啊，怀她的时候啊，很认真念《地藏经》啊，听其他长辈说啊，这个孩子呢，啊。2、3岁呀、啊，哎，到道场来，人家都不觉得他的存在，这个孩子非常的文静啊。哦，那胎教有做了安乐义养啊，很容易养育啊，很安定啊。哦，后来我跟这个。女孩见面了，啊，哎，她要到英国去念高中啊，我就跟她约定啊，明年啊，到英国汉学院做义工啊，我们要办群书治疗课程啊，我介绍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啊给你认识，这些都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啊。哦，他们从胎教就开始了。哦，当然，大家不要一听我这么讲，陈德瓦是偏心叫分别亦非亦啊。这些孩子的因缘不同啊。哦，那当然，任何孩子愿意来学，我们都尽力教了。啊、哦，不会大小眼呢、啊，哎，我们当老师的这个平等爱护，这是当然的不平等呢，人心就不平但是说实在的，从胎教的孩子他特别重情义。他会思念你啊，他会主动找你啊，他学习也会主动啊。师长常说了，教学是子闻来学啊，未闻往教啊。他主动来了，他才会珍惜啊。他不主动啊，你去跟他讲太多了，他一生烦了，反而这个缘。就断好，哦，那我们佛门常说治他不恶我们看到，当你在爱护自己重视自己的整洁，同时也是。爱护、尊重别人，是吧？你看，便尿回则净手啊，把手洗干净了。哦，那你去办别人的事跟别人握手这个都是对，就是对人的尊重了。哦，那这个青年12守则啊。台湾有很多传统文化的教诲整理得非常好，我们有受过那个时代的教育我们就有责任把它发扬，把它承传下去。我们当时候都有学过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后面的人就没机会读了。好，看到了，就是我们的责任见义勇为好，那这个陈闭冠
这个冠必振啊，纽必结，袜与履啊俱紧切。我们在家啊，当然要注重仪容。不能说在家那是太随便了像我们印象当中母亲或者奶奶，大家看，他们的衣着在家里都很端庄啊，让人见了肃然起敬啊。你当父母的在家里穿得很随便了，不知不觉。孩子对我们这种恭敬会不会减少无形当中会减少哦。那一般呢？戴帽子都是出门要帽子戴端正衣服纽扣要节整齐，袜子、鞋子穿得贴切，鞋带要系紧，你鞋子穿得不贴切，这走起路来，那个鞋子就，这个一拐一拐的。甚至于自己的动作都会不是很平衡那一天看到一个同修走在我面前呢，我说：“哎，他怎么好像脚出了什么问题好像请一边呢。”我上前去问他，他说：“不是啊，我鞋子太大了啊。”好，所以这个全身仪容要整齐。那这个我们呢，服装要整齐。同样的，我们。我记得师长老人家曾经指导到，我们有这个手提包背包，这个应该是跟下一句"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脱下来的帽子、衣服要放置在固定的位置。当然这一句要延伸开来了，不止帽子跟衣服了，应该是放什么东西物有定位，不要随手放，这样就会弄皱弄脏我们说礼敬诸佛那这个对衣物包含对一切物品都应该要恭敬。我们跟同修在交流的时候常常都会将交流的内容比方说我们今天谈景，就要把景跟往生连在一起因为呢，我们同修们只要听到跟往生有关呢，他可能才会比较注意的。那当然，这修学的人也不能出现执着了一定要跟往生才会注意的
那李炳南老师啊，是特别重视这一点。他连穿衣服，这个，从哪一只袖子开始穿，他都有固定了。等于是他一举手一投足啊，他都是有规矩的。有规矩啊，他就不容易乱了。所以李导，重视这些生活的细节呀。他老人家表演给谁看的？表演给我看的了。我也是从小啊，这很多好习惯没有养成了。成年再来养成啊，哇，真的要下大功夫了。有一位老师张经泉教授，他很年轻啊，20岁左右啊，就亲近到李炳南老师了。他指导呢，英国汉学院学生写书法。他有总结4句话，这个对我们来体会景这一篇的教诲非常有帮助。景其实就是指景深一言一行啊。那他指导同学们写书法的心境，提到了第一点言为心声，字如心画。言语是心声写字呢，是自己的心呢呈现出来的状态，你这个写的不工整呢，一定是心乱字不净了，心先病了所以练书法就是练心啊，练定啊。那我们想一想啊，我们每一个行为啊，是不是也是心的反射呢？行为心化。所以写书法是修行啊，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修行呢？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所以这颗恭敬心、真心不能断掉啊。那这个恭敬心不断掉，就表现在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行中了。老和尚说的，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呢？他讲的第二点，了解自心，不与他比。写书法的时候啊，是借由写书法了解自己的心的状态。不能在写书法的时候啊，再跟别人攀比呀，生烦恼了。哎呀，人家写这么好，我怎么写成这样啊？越想越着急了，越想越气馁了，就烦恼做主了。心态要正确了。那写书法是这样啊，我们每一个动作都在帮我们了解自心。自己要越来越进步，不要去跟别人攀比。有时候我们修行看到别人修得比自己好啊，就很沮丧了。不要去攀比，会生烦恼。更不要起嫉妒也要信任自己，要给自己。时间要对自己有耐性，这都是自爱了。
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佛49年所说一切教诲，乃至于孔子所说一切教诲，没有离开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啊！哎，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有规范，啊，哎，像《弟子规》这些句子，我们都做到了，这就是持戒，我们就会定了。哎呀，不从容，立端正，这样走路心是定了，慌慌张张就不定了。啊，宽转弯，勿触棱啊！这些句子都是修戒定了。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个动作都是安定，都是专注的，都是在修定哦。啊，不能说啊，我要念无量寿经了啊，才是习定，随时随地呀，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就是习定了。啊、哦，时差久错，只为慌张。啊、哦，这是小俄语第一句话。我当时候读到这一句说：“哎呦，那我得从头学起了。”以前的小朋友一开始就念这一句了，难怪能教出小大人来了。对，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就要养成一举一动专注，做任何事情都很专注。学书法可以练出这个功夫，做任何事都可以练出这个功夫来呀、啊。对，何处是道场啊？处处是道场。好，那接着这个张教授提的第四点：一笔不苟，一心不乱。书法的每一笔啊，都很恭敬的写啊，一丝不苟啊。好，就透过书法，让心不散乱，慢慢就练出了一心不乱。哦，那书法是一笔不苟啊。那我们回到自己修身呢，啊，那就每一言一行啊，都不苟且啊，都不随便了。那我们就在一言一行当中啊，培养心不乱了。啊，所以为什么李炳南老师会这么重视生活规范？他的一心不乱就是在生活里面练出来的。啊，老和尚，啊、我们看，啊，好像是悟庄法师啊，他就提到了，啊，老和尚物品都有定位，啊，哪怕停电了，啊，都能找到东西，都很清楚东西放在哪。哦，这个好像前面呢跟大家提过，这个欧阳修，他见到啊有一位老僧啊，老的出家人呢在诵《法华经端坐不动，这很定那老人家诵完经啊，哎，这个欧阳修先生也很可贵啊。他请法了，啊，他说每见古人呢，临终有坐脱力亡，就是马上说我要走了，说完了就作画了，合法所致啊，就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洒脱啊，啊，就解脱了。
就往生了，啊，往生极乐世界了哦。哎，结果这个老僧呢就说了，因为古人呢念念在静定，他临终安得乱呢？安得善乱？所以平死如战死啊，他这个临终会这么自在洒脱啊，那是他平常的功夫啊。那今人念念在善乱，临终安得静定啊？那临终就手忙脚乱了。哦，所以师长常常讲经的时候有提到，能不能往生呢？不要问别人了。假如我们平常的生活就觉得很混乱了。那临终会有把握吗？啊、哦，所以修道路上常常都要自我勘验呢、啊哦，不能做事都是到了临时抱佛脚了，啊，临终可不能是这个样子了。啊、哦，所以从啊李老啊老和尚这些示现呢，我们一定要赶快来效法不然呢，这个静定的功夫练不成了，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会就错过了，哦，那就是太冤枉了。啊，所以有一次，师长就叮咛我们了，啊，向我们手提包啊，啊，师长就说了，你们拉上的时候啊，这个拉链最好放在啊比较中央的位置，这样你每一次要打开呀，哎。很方便容易了啊！假如呢，你是把它拉到旁边去了，到时候你就在那里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呢？都还得在那里翻呢。哦，所以你看师长他的生活啊，都讲求这些细节了。哦，哎，后来我们。听完了，哎，照这么做啊，哎，就会觉得心比较安定了。哦，以前有时候找那个拉链，找半天了。哦，包含我们这个念珠，啊，你放下来，有一个定位。啊、哦，我听一个同修说啊，我这个念佛机呀、啊，换了好几台了啊，常常找不到。哎，我们要经一事长一智啊，不能福报太大了呗，哎，不见了啊，我还有好几台。哎，李炳南老师。啊，他对佛珠的恭敬啊，他只要哎进厕所了，哎把佛珠拿出来，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啊，哎不让这个佛珠啊沾到灰尘了，哦，它都有固定的位置，它就不会找不到了，哦，这些都是我们的学处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呀、啊！哎呀，都要洗手，洗干净，擦干了，才拿佛珠啊！这些习惯都让这个恭敬心不断增长这个习惯没有养成呢、啊，这恭敬心呢、啊，不断下降啊！
哦，所以养成好习惯重要啊！啊，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啊，他就会往后退了。好，我们这个接着啊，再看呢下一段经文。衣贵洁不贵华，啊，上循分，下称家。啊，穿衣服呢重视整齐清洁，啊，不在衣服的昂贵华丽。哦，而且要依照自己的身份穿着，啊，配合家庭的经济状况，啊，我们刚刚讲到不能攀比呀，啊，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啊，攀比的很厉害，哎，修行人呢，不能被境界转了，不能随波逐流。说是这么说啊，但是遇到境界的时候啊，心里会不会痒痒的？哦，看到别人哦，都买那些名牌的哦，会不会有一点这个动心啊？哎，啊，这个时候要想到。啊，子路啊，孔子在《论语》里面说了啊，子路啊，他穿的衣服啊，可能都有补丁的，都是比较差的衣服啊，但是跟呢穿着皮衣的人在这站在一起啊，哎，他也不觉得羞耻。没有觉得不如人，啊，他不爱慕这种虚荣啊，啊，他重视德行，啊，甚至于，哎，他自己真的，啊，有好的衣服了，啊，他都愿意啊，跟朋友分享，啊，穿坏了。他也不觉得遗憾，哦，他很慷慨啊，他重义呀，重道义，亲力，啊，这些外在的物质啊，他没有放在心上，哦，所以我们假如有点动心了啊，就要以这些圣贤人为榜样，而且说实在的，挚爱的人呢。他懂得要随顺性德，不随顺烦恼习气，因为烦恼习气一起来啊，身心啊不安定了。啊，我们念心经啊，很熟悉啊，观自在菩萨啊，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我们起的这个虚荣心呢，心就不安定了。不自在了。这样就不自爱了啊，就随顺烦恼，起起伏伏了。哦，而且这个攀比呀，你就陷到一个无底洞了。人比人气死人我们就不说别的吧，啊，有人比手机呀，哇，那个什么，iPhone 啊，现在都第几代了？啊，我也不知道。哎，啊，有人新一代出来了啊，他就一定要去买了，啊，不然就好像被人家比下去了。你说累不累
哦，所以不能随波逐流啊！啊，观自在啊，这些外在的东西呀，够用就好了，能用就好了，哎，不要变成了啊欲望的奴隶了啊。哦，那这个穿衣服啊，它本来的作用啊，就是保护身体啊，美观啊，保护身体的，不要搞到最后变攀比了搞到最后变成家庭很大的负担。哦，好像这个有一个词啊，叫月光女神啊，每个月都花光光啊，还得跟父母啊拿钱啊，哦，包含结婚的人呢，啊，哦，你这个攀比了啊，都要去买这些啊时髦的啊昂贵的衣服啊，那就可能成为你先生很大的负担了，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我以前有听同修讲过这个带太太出去逛街太太都说买了买了他在旁边都说买啦买啦，啊，这个是闽南话，哦，他先生在旁边，不要啊，不要啊，我们就要想到啊，老和尚啊，效法李炳南老师啊，一天吃一餐，当时候是吃了一段时间呢，跟老师报告啊。哎，你看李炳南老师，身体感觉怎么样啊？老师，没问题，精神很好。李炳南老师桌子一拍，很好，就这样下去，一生不求人，因为他物质享受都很低呀，这样开销就少了。就不用求人了，所以佛陀也交代啊，以戒为师啊，以苦为师啊。这个以苦为师啊，当然不是说去修无义的苦行了，是我们的生活要求啊，哎，降到最低，就没有负担了。哦，那当然，师长老和尚老人家呢，后面遇到韩馆长，韩馆长说：“你只吃一餐呢，到时候身体出什么情况我负不了这个责任，你得吃三餐那老和尚不执着，恒顺呢，这是更高境界，通权达变，不执着。所以《论语》里面说：“可与共学，未可与事道。”一起比方说一起跟着李炳南老师学习的，但是不一定啊，依教奉行啊，可以事道，未可与力。依教奉行当中啊，遇到境界考验呢，能够屹立不摇。可与力，未可与权，所以通权达变呢，是最高境界。虽然立得住，以苦为师但是也懂得权变，不执着。遇到这么好的护法，一心为正法虽然脾气不好，虽然有一些要求，恒顺，
抓最重要的。只要这个护法一心护持，让他不离开讲台，可以千锤百炼呢。那这些部分呢，都不执着，能够恒顺。老和尚表演给谁看的啊？也是表演给我们弟子们看的啊！面对境界呀、处理事情啊，不要去要求枝枝木木啊，要抓到那个最重要的重点。现在想着，缘分，方方面面都要具备，哪有这种缘可以遇啊？挑三拣四啊，最后可能蛮不错的缘都会错过。抓大方向，抓最关键的重点。这也是老和尚在教我们我们要知道啊，现在末法时期啊，大家都不是从小学的啊，内在的烦恼，外在的诱惑又这么强你对人对事啊，不能苛刻要求。珍惜别人的优点，尤其他护持正法的优点，其他的就不要太挑剔，不要太计较，不然呢，你就跟人家相处不好你就可能就不欢而散了，本来不错可以长久弘法的缘呢，就错失掉了，你错失一个不错的缘呢。你的福报就折掉一些了。假如再不反思，自己处事可能太苛求了，这样你就会一次错过一次的机缘那接下来讲，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者。对于食物不要挑剔偏食，而且要吃适当的分量，不要吃过量了。儒家讲中庸佛家讲中道。我们练。中庸中道在哪里练呢？在一切时一切处不过也不要不及。我们有时候这种性格常常走极端比方说我们劝别人劝得过头了。人家说：“哎，你这样劝可能太过了。好了，我不劝了。”你看这种性格，都是走极端的了。这种性格要听别人劝也很困难。大家有没有听过哪个菩萨挺有性格我们。学佛了，要依经典的，不能依自己的想法看法，会误了自己的。那一天遇到一个同仁，他也是在教学的，那他刚好，这两天跟我在一起，那我有课呢，他也来听。后来隔天他要走了，
我就问他了，哎，这两天啊听了这些课啊，哎，你有没有啊哪些感受啊？啊，他就跟我说了，老师啊，你太慈悲了，啊，像我的性格啊，我就不这么表达了。我说你听过哪个菩萨有性格吗？我说你要小心了，你这个一开口啊，就是你的看法了。哎，我们讲经的人，离经一致便是魔说啊。这个公案里面啊，野狐禅是吧？这个下错一个字转语啊，堕500世也无声啊，其实可能呢、啊，哎，他的性格啊，还是比较刚强。这个都要调伏啊。菩萨四德，柔和直指受身德啊。我们都要依经典呢、我想啊，可能他以前教学啊，他怕就讲那个人的过啊，有可能跟人家结的怨呢、都有可能的。我们走过来的路啊，都要总结经验的。当然不是说不讲人哦。含蓄，言语要含蓄。这老和尚有同修有说了，哎呀，老和尚都不讲人呢。其实啊，这个同修看错了，老和尚哪有不讲人？你真心请教啊，老和尚没有不直接教导的。像承德有一次在南彼得，开完会了站起来，我就脱口而出了南彼得的天气呀，不是很好啊，老和尚看着我，相由心生，哪有不指导的？所以，假如老和尚都不讲自己了，那可能是我们听劝的态度不够了，老和尚不攀这个缘了。但老和尚啊，一定会在讲经的时候提醒我们。真正受教了，他一有机会就点化我们。我跟大家分享过嘛。你看我一激动，弟子愿意承担，是吧？一听到一条龙，老和尚很重视，我就激动了。老和尚一点，不是你承担，是佛菩萨祖先承担，这真的是事实真相啊！你说这一条龙的事业啊？哪是人干的事啊？那真的是佛菩萨的加持啊，祖宗的福荫啊，保佑啊，不是人的能力呀。那我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既然有这个机缘，护持一条龙，护持正法了，我们但求无过啊。护好自己的心，心对了，言行不会偏颇对事就有帮助我们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让这个事往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啊，我们学这个景致啊，是蛮重要，谨慎的。我们处在末法时期啊，弘护正法难度啊，挺高的。啊，有一次，刘树云老师啊，刚好饭后啊，当面呢、啊、问师长。说您老人家弘法，啊，跟他们这一辈的，啊，当时候指着啊一位老师跟陈德年龄是一样的，同年纪，跟他们这一代比呀，怎么样呢？老和尚马上回答，他们这一代啊，弘法比我难。10倍、100倍啊，都不止啊！哦，难度10倍、100倍不止哦。而我们想一想啊，以前的人，100年前呢、啊，弘法是开悟的人啊，护法呢，护法是弘法退下来的人呢、啊。这是100年前的因缘啊，是这样啊。100年以后，内在的烦恼很多，外在的诱惑那又不知道多了多少倍。弘法又不是开悟的人，悟法那也不一定是弘法退下来的人。那我们这一代弘护正法难度高不高啊？那还是要做啊。哦，那就不得不有啊很好的配套措施了，不然真的太危险了。哦，那老人家看得很远了，哦，都交代了。哦，当时对着英国汉学院第一届的同学，哎，你们以后毕业了，住在一起，啊，我请啊，阿弥陀佛大饭店五董，啊，在英国盖一个大饭店，啊，你们毕业了，每个人2间房间，啊，一间休息，一间读书，啊，肚子饿了哈，随时出来都有。东西可以吃，哦，那当然，英国的法令啊，要盖大饭店太难。但是我们要体谅、体会到啊，这是老人家对于以后走弘法的人护念的配套措施啊。你弘法的人单枪匹马，那真的是古来征战几人回啊。他那么年轻，定功都不够，现在财色名利的强度都不知道多了多少倍，那顶不住的。所以毕业要住在一起呀、啊，要团队呀、啊，互念啊，不能单打独斗了。哦，因为团体呀、啊，旁观者清啊，旁边的良师益友就会提醒他了。而且啊，不能接众啊！啊，你说大众有问题呢？大众有问题写下来，啊，下一次课程再回答。啊，你一接众了，财色名利，啊，连阿难尊者都遇到摩登伽女啊！请问阿难尊者表演给谁看的啊？表演给每个后世的佛弟子啊，不能掉以轻心啊！阿难尊者遇到这个缘都顶不住了，我们能顶得住啊？哎，阿难尊者还有另外一个表演呢，啊，老佛陀要涅槃了。
他很伤心了，失火还没断呢，没有证阿罗汉果啊。啊，佛陀圆寂，为了阿难尊者，为了很多产生依赖他的弟子，因为佛陀一圆寂啊，这些人成就了，阿难尊者只是代表啊。啊，佛陀一圆寂呀，他的警觉性高了，不然他就想着：哎呀，我有佛陀可以靠啊！啊，人一觉得有靠山呢，他这个勇猛精进啊，就提不起来了。哦，那阿难尊者表演给谁看的？所以诸位同修啊，老人家圆寂一年了，我们这一年的状况啊，有没有比老人家住世的时候更精进、更用功？这样才没有辜负老人家的视线哦。老人家圆寂为了谁啊？为了我这个不珍惜的弟子啊！老人家留，为了弟子啊，走也是为了弟子啊。这个我们要用心去体会了。所以师父这一句啊，比我难10倍、100倍不止啊，这都在提醒我们啊。不然弘法很容易染浊的，弘法也是险道啊！一不谨慎呢，就染名闻利养了。好，师长又讲了，我讲课啊，我一个人是学生。其他的都是兼学，更重要的要劝自己呀，我讲这几十年，别人有没有得利，我不清楚啊，我把我自己啊讲明白了，这一些心境啊，我们没有放在心上啊，我们走弘法的路啊，太危险了。啊，孟子都说"人皆好为人师"啊，那等于是好为人师的这个我慢呢，与生俱来。再加上上了讲台啊，那有可能会更严重了。所以老和尚给我们教导弘法的心态啊，这都是我们的护身符啊，不能不纳受啊。啊，讲台上会好为人师，我们代班教学，一不小心，这个眼光啊都向外了，都是教别人了，没有向内了。啊，我记得啊，当初遇到一位讲经很受到大众肯定的老师刚好啊，去清净老和尚在马来西亚。老和尚对他说啊：“你60岁啊，再出来弘法。”代表老和尚在提醒啊，我们现在的定力啊，你直接接触大众啊，怕顶不了等到年龄啊够了，阅历够了，对于财色名利啊不动心了，这个才比较稳妥啊。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我们可以透过啊
网路来弘法，但是自己还要把自己的根扎得更深呢，还要下戒定的功夫啊，不能一下子就出去接众啊，本来要度众生呢，可能就被众生给渡走了，所以当时候在庐江的时候老和尚就指导了，10年不离开汤池。就是独善其身的时候透过这个网络或者摄像，可以兼善天下，但是不能马上就出去接众了。这个是谈弘法的部分，护法，那又。弘法退下来懂得设身处地为弘法的人着想，而且他懂佛法，他知道怎么护那我们现在要来护法了，那我们的配套是什么？配套这听经不能中断呐！古人说3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呐。所以一不熏习我们一去处理事可能就是随顺还没学佛以前的习惯了。这个我们得冷静客观来关照自己我们没学佛以前，我们人生已经养成。20几年、30几年，甚至40几年的习惯强者先迁我们一没有警觉性那个习惯就往外冒出来了。古人可以撑3天我们撑不了了。我自己一天不听经我就觉得这些不好的念头就有点扶不住了。当然了，不只是每天要听经而且还要一做事就提醒自己，我要用经典来思维，不能随顺自己的想法看法，心中有佛法，不然我们很容易一做事就陷到事里面去了，意气用事，用事感情用事就现钱了。就像夏林居老居士指导我们，处事时办事大公无私物来而顺应心地要清净，事已过勿留滞，事未至勿将也。在念头里面不能计较人我，所以我们在护法的时候一起人我是非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然去处理，铁定会偏的。沾顾得失，一有得失心处理不好事了，不能感情意气用事，所以一办事要有佛法。要有祖师的教诲我记得当时候在马来西亚，老和尚重视群书治要的学习，跟这些净宗学会的会长干部说了，你们都要学群书治要360三字经说人不学不知义礼记学记说人不学不知道我们要当爸爸当妈妈要学不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当老师要学呀、啊，所以《礼记》《学记》呀，要学啊，不是拿了一个师范学院毕业证书了，我们就会当老师了。好，包含诗说，这个都要必学的教材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当父母、当老师要学，当领导呢，当然要学。怎么为政呢、啊？怎么领众啊？啊，一个领导者不知道纳谏，他当不好领导的；不知道知人善任，哦，这个知人得学哦。你看错人，用错人，事情就搞砸了。哦，所以群书治要360啊，哦，因为毕竟群书治要这么大一套，50万多的字啊，哎，让我其中的精华挑出来那我们当领导，哎，都要对照啊。这些京剧来做，不能横顺自己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哦，我曾经跟一个领导探讨这个问题呀，他说：“哇，你讲得很对呀。”啊，结果他回去啊，让底下的人每天都要听经，结果他自己不听啊，所以我觉得我有过失啊，因为我跟他分析完之后啊，我没有补一句啊，你要带头听，结果他回去之后都是要求别人，没有要求自己了，啊，你看我讲了老半天的话，还害了人家的团体了。哦，所以这个我不杀伯仁啊，伯仁因我而死啊！啊，搞得他的团体，哎呀，都只是要求我们自己都不做。哦，所以讲话得要考虑的周详啊，你漏了一句啊，可能这个事情就坏掉了。哎，因为你不讲周详啊，人家一听就偏到那里去了。比方说都是先要求别人的人，他一听好的教诲就偏到去要求别人，你得把他叮咛的到位才行呢。当然我这个分析完了，大家可不要产生恐惧了。哎呀，我看不要恐怖阵法了，啊，very dangerous，嗯。越难的时候啊，佛菩萨加持越强。哦，所以难我也敢承担啊，那个加持不可思议的。哦，而且我们有这个警觉性啊，就不会偏掉了。哦，今天呢，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